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。Hello， 啊，呢度系马六甲。陈冠，呢度系马六甲，好道地嘅，好道地嘅餐馆。佢系冇开二大门噶，都系自己开门嘅，自己开门嘅。马六甲，好笨，自己开门的。今天的行程从雪兰莪州去芙蓉州 TITI 芝芝港，再过去马六甲州的 Antilinonia Food 李太娘惹餐馆。现在是早晨七点钟，在雪兰莪州的蕉赖油站集合，来回330公里的行程。因为去芝芝港是一条山路，而且是短跑崖弯的摩托车好选择。有时候小型的摩托车 Capture 超越时，我们骑着重机也要冷静。不要以为马力大的重机不会输给那些小 CC 摩托车，因为这条山路是短跑，崖弯是属于比较轻的车身优胜原因之一，所以不要冲动，保持冷静，不然的话吃亏在眼前，忍耐一下，千万不要上当受骗，哈哈哈。芝芝港美食板面专卖店，镇店三宝：江鸭一面、药材鸭腿板面、卤板面，坐落双溪文都新村路口。黄月明板面专卖店，镇店三宝：招牌江鸭一面、药材鸭腿板面、卤板面。这里环境干净清新，是享受美食最佳的地方。江鸭一面也可以换上板面，有一面与板面之分。店里的板面不含碱水味，全是每天新鲜制作，吃起来特别顺滑，吃后肯定让你赞不绝口，念念不忘，保证你明天还会再来。Hello， 今日到咗直接讲呢度食姜鸭面一糖，又一个三糖啊，顺便试带啊，扫干啊 ，OK， 才能煮出非同凡响的味道。将煮好的一面淋上浓而不腻的姜鸭汤底，鸭肉肉质紧实，很有咬劲。一条条美味的意面放进口里，慢慢的细嚼，香甜鲜美的滋味令你直赞好，深受食客的喜爱，吃起来特别顺滑，吃后肯定让你赞不绝口，念念不忘，保证你明天还会再来。经过这里的沉香班底路 Jalant Amien Pantai， 顺便打卡拍摄好景。然后去附近的一个花园，有一间排屋，自家的面档好好吃，喝杯茶吹吹水。这里的老板娘说已经开了30多年了。老板娘问，你们怎么样会知道我的自家的面档？来到这里的住家屋吃面喝茶，就好像回家的感觉，很享受家的回忆，赞呀。我也想不到，老板娘也很善谈，天南的比说个没完没了。这里的面味道不错，还有唯一的 copio， 因为老板娘一次冲遍一大瓶，然后一杯杯倒出来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样子就开了30多年了。是啊。哇。我平时做了饭啊，我现在做什么？你推一个票。我的，这里。哇，三十多年了，这样子就。哎呀，要拍我，不要拍。我没有拍你啊。不要拍我。你都没有笑。你就戴了口罩都不知道你是谁了。是啊。哎，专业班的。很多人。我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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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啊！有钱佬嚟啊！呢个有钱佬嚟啊！一点半，中午到了马六甲的李太娘惹餐馆，这间是马六甲本土美食文化之一。这间店很亲切，因为大门口是关着的，好像只有很熟悉的顾客自己开门进出，如果没有本地人介绍也看不出。
娘惹餐一般都是偏辣的，撇开一些带辣的食物。娘惹餐都是以辣为主，如果喜欢辣的最佳选择，个人觉得还好，不错，好吃。自己开门的。中中啱嘅，真爆爆爆！你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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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龙虾，芥末芥末，湖南的，湖南的啊。这里出名的煎堆冰，它的椰糖超级香滑，吃了真的令你回味无穷。最后，我们还加点了一份马六甲甜品作为完美的结尾，甜滋滋的，大家吃得好开心。好了，要回吉隆坡了，这位 biker 太开心兴奋了。但是旁边那位站住一遍，好像不舍得马六甲这里，哈哈哈。谢谢观看，记得订阅或点个赞，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 Uncle Chin Life， 拜拜。